我平常这几罐早有着金黄色的色水的物件，是经过着转脂化、加水洗、加沉淀等等的程序，而且会有再生的生殖柴油。这款再生油应用在内烟瘾，当然是环保之外，成本阁真低。原料是我们的废食用油啊，对，那我们经过我们甲醇或跟氢氧化钠进行混合，就是会变成这样子，然后再静置一天，把甘油跟生殖柴油过滤出来。对，那再经过我们的水洗。就是添加我们的温水去吧，然后也是静置半个小时，然后把我们的肥皂的成分过滤出来，那这样子就可以完成我们生殖柴油的制作。南台科技大厦甲劳动力发展署分甲南分署开办第二零三甲人才培训计划，总共开设着四个专班，以再生能源应用事务班，透过着回收的废油，经过着几啊道程序，可以变成会当阁用的油料，可能是相当的赞叹。那它会主要，它会那我们混合后，它会我们会静置一天。那就会分离出就是还没有完全制作好的生殖柴油以及我们的甘油。对，那过滤出来以后就是完成我们的生殖柴油的制作。对，那这些生殖柴油可以用在我们一些柴油的引擎或者是发电机上。学员表示说，日常生活当中煮制的废油是真多，透过着生殖柴油的技术再生利用，除了解决着废油无得去歹处理的问题之外，阁当造就着大量的会当阁利用的生殖柴油，伫环保甲能源方面是有正面意义。南门新闻台以下，殷空采访报道。